怎么样追到伴娘的？我就跟你讲，伊搞怕，你都唔相信，你敢问我敢捉到？啊，小的时阵就甲伊做伙，你听无？那阮老大是人大嘛，啊，阮到啦，啊，是伊，阮某是啥？阮某是星光三月咧徛柜啦，哦，啊，拜六礼拜咱就休困，你听无？啊，就伊就来讲，伊就来厝困，困到天光安尼啦，十点要上班啦，上早班，九点就要走啊啦。啊，咱就今日休困，就无啥物叫伊走，啊，就讲伊要上班啊啦，我你请假啦，伊讲未使请假啦，安那啦，然后就请假扣钱安那，啊，怎么人就计较难事，甜言蜜语啥未晓，啊，你就别去卖做啊啦，来来，我饲你啦，卖做我饲你，啊，娘话就无代志，难事啦，啥你一直讲你听无？到一天我某向甲我讲，要当时要甲我娶，啊，娘话咱说唔知要怎应啦，啊，就平时计较难事，啥你讲你听无？啊，到尾即摆我无娶未煞，啊，就娶啊，无要安那。我就讲伊搞设计，我都无甲伊骗你，所以十八人我就是安尼啦。怎么样追到伴娘的？我就甲伊讲伊搞怕，你都唔相信，你敢问我敢捉到？我某是安尼啦，我讲一解你注意听。咱做少年的时阵哦，咱少年的时阵就甲伊做伙，你听无？啊，做伙咱就计较十八人烂心，你听无？就一个嘴啊，实实念啦。哎，突然讲，伊咱突然，阮兜哩啦，阮兜代志人大嘛，哎，来阮兜啦，哎是，伊阮某是啥？阮某是星光三月咧徛柜啦，哦，啊拜六礼拜咱就休困，你听有无？啊就，伊就来讲，伊就来咱厝困，伊困到天光安尼啦。啊就讲啊，卖走，伊泡到啊十点要上班啦，上早班，九点就要走啊啦。啊，咱就今日休困，就无啥物叫伊走，啥物叫伊去食些饭咧，暖者，讲者冷者嘛好，你听有无？哎，就讲伊要上班啊啦，我你请假啦，伊讲未使请假啦，安那啦，然后就请假扣钱安那。啊，怎么人就计较难事？你听，只讲着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卖做啊，我饲你啦，卖做我饲你啦，就常难事嘛，安尼讲，对无？甜言蜜语啥未晓？啊，你无要紧，卖做啊啦，来来，我饲你啦，卖做我饲你。啊，娘话就无代志，难事啦，啥你一直讲，你听无？到一天，我某向甲我讲，哎，啊，阮妹嘛拢嫁啊，阮朋友拢嫁啊，剩我袂嫁，你讲当时要甲我娶？啊娘话，咱说唔知要怎应啦，啊！就平时计较难事，啥伊讲你听无？啊，到尾即摆我无娶未煞，伊就讲要结婚啊咩？问我即摆要处理啊？啊要处理？啊就娶啊，无要安那？我就讲伊搞设计，我都无甲伊骗你。伊搞设计啦，然后拄开始做伙时阵来阮兜，你知无？啊，困一暝吼，留一个章鱼食啦；困两暝吼，留一只啥物内裤啦；困三暝，该留一只内衫啦；困四暝，该留一只裙，留一只裤，留一只外套。啊，你斗留，你听无？靠一间发现讲，哎，三只地拢是阮兜拢无摕走啦，安尼啊话，咱也对。佮靠一间发现讲，安尼啊话，规个烫衫衫裤伊比我囥比我较济，哎，即阮兜呢，那衫囥你也囥比我济，啊，你就知代志大条啦，啊当啦，迄中途别个七仔来无，安尼啊话，别个七仔来，佮厝佮无冤家偌济，安尼，查某是想哪，衫想个，安尼啊话，向某规说过去，规我计也放去啊，啊当咩啦？伊衫囥比咱较济，咱咩叫伊走，咱嘛歹势叫伊走啊，啊咱个。将咱中着难事，你听，我要甲人娶啦，我要对人偌好啦，对人一世人啦，啊打啦，人家讲啊，当时要甲我娶，开嘴讲啊，啊打啦，啊打落来娶无变啦，啊那实在，甲朋友介绍的款啦，所以十八人无难事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